何必积极追求权势、财富、升迁和社会地位等不长久、只会招致痛苦的事物。觉悟的状态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从其上落下的地位。生命电视向您问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受量品，如来受量品第十六，在科判里面，这是叫做广开显断疑生信，几字下第二广开显断疑生信有两段，第一戒信，第二正答，正答里面有两段，就是长文跟句诵。心字下第一长文分两段，第一正开净闲缘，第二明三世义务。人字下第二明三世义务有两段，第一法说，第二比说，第二比说有两段，第一利比，第二法合。利比经文就在第319页，第319页的第四行中间开词，就是建立良医比的这个说法，先利比后法合。利比里面有两段，第一良医制止比，比上三世一物，第二制止十一比，比上总皆不虚。第一段的良医制止比，比上三世一物，有三段，就是约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就是三段。第一远行比，比过去一物，良医远行来比方释迦牟尼佛在成点界前成佛以后，一直到这个这一生视线之前，那都是属于过去，那么等于是远行到这个除掉本世界之外，到他方世界，做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叫做远行比过去一物。经文就是，比如良医，智慧聪达，明念方药，善治重病，其人多助子息，若十二十乃至百数，已有四缘，远至一国。这一段就是远行比过去一物，良医比佛，这个良医智慧聪达，明念方药等这些道理上次讲过了。多诸子息，良医的子息就是比一切众生，就是佛的弟子们，
那十的二十就是佛法界的根基，跟菩萨法界的根基，就是十余二十，乃至百数，就是总包含十法界，每一法界都具足十法界，十十成百，所以叫做百数。那么这个世界因缘还没有到，就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那么这个世界因缘成熟了，又回到这个世间来，那么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那就是已有四缘，远至一国。那么这是过去一物，下面是第二，还来比，比现在一物，还来比，比现在一物有两段，第一，比感应，第二，比事化。诸子与后引他毒药，药发梦乱，婉转雨滴。这四句就是比作感应。那么现在义务就是指这一生，这一生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迦毗罗国净化王宫，然后出家修行成佛，做度化众生事业，就是这一生。这一生又回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众生的根基成熟了，该接受佛的教化了，所以说明这一生回来这个时间做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叫做还来比，比现在这一生现在是利益众生事业。物指众生，上次讲啊漏掉这四句，这四句没讲到，所以一开头你会觉得奇怪啊，怎么重复又重复，你上次讲过了现在又在念啊，是不是我又忘掉了啊？不是的，上次讲的时间呢，就是尽在两一，说那个一呀、啊，把精神摆在一上，就忘掉经文里面的文字跟科班。那么因此上次讲第二节课开始啊，发生两种的这个缺失。第一，漏掉这一颗四句，比感应啊。诸子以后引他毒药，药发梦乱，婉转雨滴。这四句啊，上次跳走了，笑了，跳到那个四十起伏以下，那么就把这四句没讲到，现在只好补充了。再往后啊，科判也弄得这个奉勇搞不清了，那么科判也没有理清楚，所以上次第二节课讲的时候发生这两点的不理想，现在为了要补充啊，只好重念一遍。上次讲过的就不必再讲了，上次没有讲的要再把它补充。那么诸子以后这四句上次漏掉没讲，这是比感应，诸子的子指我们这娑婆世界所有的佛弟子，所有的众生，跟佛过去久远界以来曾种过善根，结下缘的，诸佛菩萨利益众生，度化众生，总不出三个阶段。第一，为众生种善根，善根已经种下之后，第二，使善根成熟，善根已经成熟了，第三，使他得到解脱，就是种善根，使善根成熟，使众生得解脱。佛度化众生，菩萨利益众生，总不出这三个阶段。那么这里所说的诸子，就是指过去久远劫来跟释迦牟尼佛结过缘的，种过善根的，以后就是种了善根结缘以后，举例说前面的化成玉瓶里面所说的，在十六王子那个时候发了菩提心，种下善根，
跟释迦牟尼佛的行菩萨道那个时候结缘的。后来呀、忘失菩提心，把自己的菩提心遗忘了，甚至成为三界六道继续轮回的众生了，稍微好一点的退大为小了，行小善法，例如舍利弗、目犍连支流，那是算好的，他还能够深厌离心啊，求持三界。那么现在这个诸子就包含这一类的众生，一般的凡夫在当时曾种下善根，发过菩提心，或者是发过菩提心后来退转成为二圣，这些弟子们诸子以后，就是从第一次为他种善根，他发了菩提心以后，引他毒药，这个毒药就是比烦恼，比众生自己心地里面的烦恼，贪嗔痴等根本烦恼、随烦恼，这个烦恼比毒，实际上比毒还厉害。世间毒药啊，只能毒杀这个生命，把这个肉身生命伤害掉，它没有力量伤害法身慧命。心里面的贪嗔痴的毒啊，它能伤害法身慧命，比这个世间的毒药严重的多了。所以拿这个世间的毒药啊，拿世间的毒来比内心的贪嗔痴等烦恼，所以贪嗔痴叫做三毒啊，众生有贪嗔痴的三毒。那么引他毒药，就是说明这些佛弟子们呢、他纵然发过菩提心啊，他的烦恼没有断，烦恼没有断，只是发心而已。心发过了，他那个烦恼又升起来了，甚至把菩提心忘失了。那么还是原来的贪嗔痴在三界六道里面的轮转。淫是比自己内心里本有的烦恼啊，实际上不从外来，因为这是一种方便的比方。毒药都是在外边的，你如果不去吃它，跟你没有关系。现在就把这个毒药拿来淫，吃下去了。而这个毒药是外边的，不是自己的，所以叫做他。那么内心的烦恼为什么叫做他呢？越真心理地讲，真心理没有烦恼，真如自信没有烦恼，烦恼护活在真如自信里面来学习真如，它不是真如自信本身有的，它是护活在真如自信里生活的，所以叫做它。越真心讲，根本烦恼随烦恼与真如自信本来并没有关系，彼此并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个众生心地上啊，它会发生严重的功用，就是它能熏习真如，无明熏真如，使这个烦恼增长。那么这个道理在起信论、大圣起信论里面呢说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所以这个烦恼不是真如自性本有的，所以叫做他啊。众生发心以后再失掉原来的发心，使烦恼增长，在三界六道轮回，所以叫做引他毒药。药发就是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一直升起现行，烦恼一直升起现行，好像这个毒药发生作用啊。那由此这个毒发了，心就梦乱了，梦很不舒服啊，好像一个大石头压在心里一样啊。那么心地很烦乱，不能安静下来。那么众生如果有贪嗔痴烦恼啊，心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很烦乱的。这个情形我们自己现在就可以体验得到，自己可以体验得到。假如你这个贪心升起的时候，看到东西想要，但是站在学佛的立场不能要，那么这个时候啊，善心所与不善心所就发生斗争了，在心里面呢、就在打仗起来了，
你看在这个时候的内心的痛苦情况啊，啊，所以那就是梦乱的事实。嗔恨心动起来了，发了脾气了，想骂人，啊，可是想到自己学佛要修忍辱波罗蜜，我不能骂。那么这个把这一个梦气梦在心里呀，哪有不烦乱之理呀？所以把这个嗔恨心脾气明明要发起来而不能发，把它压在内心里呀，那比外面的毒还要严重啊！啊，所以这个贪嗔等烦恼发起来升起现行的时候，一方面为了学佛硬把它压啊，压又压不住，那么这样子那内心的这个梦的情况乱的情形都可以体会得到的啊。那么因为要发梦乱呢，所以就婉转以滴呀，婉转以滴是比方这个发毒发的人呢，在地面上打滚呢，毒发了啊，他坐也不能，站也不能，睡也不能啊啊，所以在地面上打滚啊，婉转以滴就毒发以后在地面上打滚的那一种情况。这是比方众生因为有这个贪嗔痴等烦恼升起现行造业了，由此就轮转三界，在三界六道里面打滚啊，那么就是比方说婉转以滴，我们从无量劫来就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打滚，没有停留的滚啊，所以叫做婉转以滴。婉转以滴就是比方众生啊，我们这些佛弟子们纵然种下善根，可是善根遗失了之后啊，不升起现行了，而烦恼贪嗔痴是能升起现行，由此造业在三界里面六道轮转的那种情况，就是婉转与滴。这四句上次漏掉了，没有讲，现在这里补充了。再往下的经文呢，文字里面消文是讲过了，只是科判没有理清楚。有些地方啊好像科判混合了，没有搞清楚，现在就把这个科判对着经文念下去，该补的就是略加补充，不必的就是按照经文对照念下去，才不会浪费太多时间。那么前面众生种过善根又再生烦恼那么再生烦恼再造业但是这个时候他过去种的善根因缘成熟了，能够感动到医王佛，又回来这个世间呢做度化的事业。所以下面第二比世化，比方良医从他方世界回来这个地方施舍教化度这些中毒的儿子们。那么经文就两段，第一比现行，第二比说法。行是身形，比方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降生在迦毗罗国，进犯王宫，出家修行成佛一直到入涅槃住世80年的这个时间就是现行他的身形现在这个世间做度化众生的实际事业，所以叫做比现行。经文世时其父还来归家，诸子饮毒，或是本心，或不识责，遥见其父，皆大欢喜，拜跪问讯，善安饮归，我等愚痴，勿服毒药，愿见救疗，更是受命。这一段比现行，这比方佛出现在这个世间降生出家修行成佛，成佛以后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这些众生善根成熟，所以佛回来这个世间示现诸子饮毒，或是本心，那是指严重的中毒，严重的中毒就是比善根浅，这类众生善根很浅，虽然有种过善根，但是善根太浅了，所以
比方像这个毒药中毒太深呢，失去自信呢，失去原来正常的这个身心的功用，这是本性。或不失则，或者是中毒没有那么严重，稍微轻一点，中毒不是那么严重的，比较轻的，那么纵然中毒了，但是他的精神还是正常，因为精神还正常啊，看到他的父亲回来，这生欢喜心，也拜也跪也问讯，那么善安言归，我的勿服毒药，愿见救疗，更思受命，这就是比方这个众生的根基感到佛那么这可以释放的实际情况说我们是因为错误发生这个中毒了，那么就是比方从前发心啊没有好好修行，现在又在三界轮转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世间是苦恼，我要求出苦海，所以啊比方说勿服毒药这个毒药不是有意要去使用它的，是误的误就是无意中吃到这个毒药了，这是比方众生心地一向就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种子，所以遇到外面的助缘呢，它就升起现行纵然你无心，它照样生现行所以叫做误服毒药。现在那么既然是等于是自己的三生户回来了所以遥见父回来，遥见就是比作佛出现世间呢，虽然众生见到的只是应身佛法身报身，众生都没有办法见到，距离佛的法身报身很遥远，所以叫做遥见那么纵然遥见了，但是他现在能见到佛的应身，所以他能够生欢喜心，所以佛出现世间一般凡夫二身见到的都是丈六老比丘像那就是应身，只见到有生时的应化身，见不到法身报身，所以叫做遥见起伏了那么他自己知道烦恼很多啊，要求解脱，所以愿见救了了，希望佛能够来说法度他，使他增长法身慧命，更是寿命。这个世间寿命并不重要，主要要求出世间的法身慧命，所以要希望这个良医的良医父诉他这个法身寿命。这是比现行，下文是比说法在前面曾详细的说过广明一代所说的这个教法那么也解释他善巧方便做度化众生的全巧的事法，例如前面的藏通别三教为三全现在在法华会上显一时那么就是众生根基成熟可以接受度化，那么佛就示现来做说法度化的事业这里比说法第二比说法有三种意义第一比佛受情转顿见法轮，第二比劝诫，第三比得意第一段就是比佛受请了转顿见的法轮经文复见此等苦恼如是依诸经方求好药草色香美味皆系具足，岛上活喝，欲知令福。这一段就是比佛出现世间之后就说法，说法就比这个成佛以后啊，大梵天王请转法轮，然后啊到鹿耶院初转法轮，在小圣根性看，只看到佛到鹿耶院转四地法轮。
大圣根性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么就看到佛成佛以后，在菩提树下说《大华严经》啊，七处九会说华严。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大圣根性的菩萨众看到佛在菩提树下说《大华严》，一方面小圣根性的人看到佛成佛以后在菩提树下三七思维。三个七日在菩提树下思维度化众生的方式啊，然后到鹿业院初转法轮啊，所以叫做双垂两相，二持同时啊，在菩提树下说《大华严经》是以报身佛说，是啊殊胜的现象。到鹿业院度五比丘转四地法轮。那是现劣印身相，就障六金身啊，那只是属于着粪扫衣啊，那么为了接近这个穷子而设的方便，这个道理在前面呢信劫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佛用这些方便啊，那么因为看到这些弟子们呢苦恼如是啊，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呢造业受苦啊，苦恼如是，指上文这个婉转余地等啊，这真是苦恼了啊。那么这个良医啊，就是医诸经方啊，求好的药草来做这个好药啊，治疗这个有病中毒的儿子。那么就是比方佛说顿法，说剑法，说大法，说小法。那么一代十教五十说法，就是好像这个好的药草啊。那么这里面包含色、香、味三种具足，色比戒，香比定，美味比开发智慧，就三无漏学啊。那么这个三无漏学同时都具足了啊。能够使这些中毒的这个儿子们，使他依这个三不漏学的修行方法，由此能够得到解脱啊，皆是具足。一是四十九念所说的法呀，无论哪一种法门，都要具备戒定慧三不漏学，就是由戒生定，因定发慧。那么有智慧才能断烦恼啊，所以叫做三无漏学啊。皆系具足，就是这个药啊色香味都具足，颜色看起来很好又很香啊，味道又好，那么自然就可以使这个穷啊这个中毒的儿子们来服用啊，使他消除这个苦恼啊啊。那么佛说法戒定慧三无漏学具足啊，那么使众生依法修行啊，都能断烦恼了生死啊。导洒呵呵，这是治这个做药的方法啊，先把它捣碎啊，然后把它洒一洒啊，就用胎啊，那么然后再把它呵呵起来，成为一种药啊，无论是汤、膏、丸。散都是要具备这些工作才能成就，然后啊御子令佛啊，使这个中毒的儿子们服用下去，就能够除去一切病啊。这个导洒呵呵也可以比作天台家所说的三观啊，导把药导脆，比作修空观，修空观。空观就要对治有的执着吗？好像把有打碎了，所以导比修空观，啥胎了胎啊、那么这就是比作修假观，就是假观。合合就是把它这个弄好了，把药粉呢把它合合起来，这就比中观，比中观啊、那么合合起来呀、有次第的这个次第的造作，那好像次第三观，先空次假后中，佛合起来一切同时并用，就好像原教的一心三观，
一心三观，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了。那么这就好像这个药把它活活起来啊。那么如果你是立根，能修一心三观；顿根，能修次第三观，先空次假后中啊。假如你是界内的根性，界内立根，修体空观，先修空观；界内顿根，先修息空观，就是啊。那么这就是比作这个修观的方式，总不出止观。止观说到最维系，就是次第三观与一心三观了。余子令服就是几十年来四十几年的说法，没有说法法经之前，前面所说的一切法，就是要使令这些众生啊吃这些药，使他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啊。这就是比这个佛成佛以后啊，大梵天王行转法轮以后四十九年说法，说顿说见说大小等一切诸法，五十说教来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使令众生服药依法修行，断烦恼了生死，恢复原来的清净庄严的身相。下面第二，比劝戒而作誓言，此大良药，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汝等可服，速除苦恼，无服重犯。这是比劝戒啊，汝等可服，你们可以吃啊，这就是比着劝众生修行。所有的经律论三藏教典里面呢，劝导众生修学佛法的文字啊，那真是多得不得了了，处处都在劝，每一部经都在劝啊。例如说念佛法门阿弥陀经，不是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啊，这不就是劝了吗啊。速除苦恼，那你按照这个方法服药之后，苦恼很快就能够消除，这就比作戒境界的戒啊。那么你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好好修行啊，那么然后你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苦啊才能够消除，没有这些犯难啊，无福重犯，就是由此得到解脱，最起码断三界内的见思或烦恼，然后能够超出三界啊，在声闻法里得阿罗汉果，那么然后回小向大，发菩提心，学习行菩萨道啊。那么这都是速除苦恼的方法，所以这一段文就是比劝戒。下面第三，比得益啊，服药之后得到的利益，比得益。其诸子中不施行者，见此良药色香俱好，即便服之，病尽除瘀。这就是得益啊，比方得益。这些良医的儿子们当中啊，有不施行者，就是前面有的重度很深，失心呢，失去自己原来的啊这个正常的精神啊，那比较困难了，因为有药他又不肯服了啊。现在是指这个不施行者，就是善根深厚啊，像佛在世的那些大小根的一切众生，善根深厚啊。那么在佛世啊，最起码也能证道出国啊，闻法就能得到利益，纵然没有得到果地，没有见到佛，也能得到佛出现世间的利益。好像啊，白天天上有太阳，太阳光明普照这个人间呢、啊。有目之徒，有眼睛的固然能够得到这个光明的广大受用啊。就是眼睛瞎掉的众生，盲人，眼睛看不到的，纵然没有看到这个光相，但是他也知道现在是白天呐、啊，他知道这个时候是白天，纵然看不到光相，可是他得到白天的受用，
啊，要走动啊，要办事啊，纵然眼睛看不到，他的拐杖里有眼呐、啊，他还是可以动的。那么就是比方那些啊还没有种善根的众生啊，好像盲人见不到太阳，可是佛出现世间，他就有种善根的因缘呐、啊，好像啊盲人在白天他也能得到受用啊。那么因此不识心的看到这个良药就服了。那么就是依法修行了，断烦恼，病尽除愈，就是好像舍利弗、目犍连啊，这些诸大弟子们1250人，他们在佛寺都得到大利益。那么佛寺得利益的，真是无量无边恒河沙数了，每一部经都说到的啊。那么那就是在佛寺得到利益啊，因为他善根深厚，所以得利益。那些失心之人呢，就是等到未来了。等到未来佛入灭以后得到教化啊。所以下面第三段，福气比未来一物啊。那么有些善根不够深厚啊，他看到那个良药啊，他也不肯服用啊，因为不肯服用嘛，因此他就当时啊没有得到利益。比方有些众生纵然佛出现世间，可是啊他在六道里面，不在人天，在三恶道啊。那么这类众生纵然佛出现世间，没有深厚善根，也见不到佛了啊。所以总是等到未来才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下面福去彼，一时再离开这个世间呢，到他方世界去啊。那么就是比方佛入灭了啊，比未来一物，佛入灭以后，这个世间流传的佛法还能使善根浅的世心的众生能够得到利益。现在按照下面的文字啊，本来前面是分段说明啊，现在的比方总合起来只有四段啊。第一，超比不灭有损，就是佛为什么要入涅槃啊？因为不灭不入涅槃，对于众生没有利益。只有损害，所以超比不灭有损。在前面的法说里面呢、啊，是在后边讲的，现在提早先讲，所以叫做超。第二，比方便唱灭，不得已只好啊，宣布要入涅槃了。第三，比唱灭有益。第四，追比本实不灭。本实不灭的道理本来是在前面先讲的，可是现在这里比方的时候搬到后边讲了，所以只好叫做追比，追前文而搬到后文去比方，所以叫做追比。这里第一段，超比不灭有损，以是心者，见其复来，虽亦欢喜问讯，求说治病，然于其腰而不肯服，所以者何？毒气深入，是本心故，于此好色相邀而未不美。这段文呢，就是第一，超比不灭有损，那些失心的诸子，就是善根浅而烦恼重啊，纵然当时见到佛在世，可也生欢喜心，也晓得问讯，也求治病，可是你给他药他不肯服，为什么？毒气深入啊，毒气深入就是比方他的烦恼深重啊啊，见到佛呀也不肯修行，因为他是本心啊，中毒严重啊，自己原来正常的啊，这个心啊不起作用了，所以纵然看到这么好色好香的药，他以为不美，他以为这个味道不好，不肯吃。那么这类众生就见到佛法而不肯受用。这不只是佛在世有这类根性众生，啊，例如像这个提婆达多、善心比丘啊。这些人跟佛同生一世，他在当时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那就好像中毒很深的。
那么佛入灭以后，在这个世间上也有很多众生啊，跟这个中毒很深的人一样，他只是研究佛法呀，研究它的颜色，研究它的这个香味，但是你叫他吃啊，他不肯吃。世界上这种人也很多啊，你看从有佛法到现在，佛灭度以后，印度我们不知道，在我们中国，佛法传来中国以后，有好多人呐，只在文字上下功夫，哎，他经文他看了很多啊。可是你叫他修行吗？没有，他根本就不肯修行，他甚至借佛法来做他的这个耍嘴皮的方法，那么对于真正佛法的功用啊，他完全得不到受用。为什么？他不真正去下功夫呀，不但是学佛的人有这种情况，有好多不是学佛的人也是有这种情形啊，那就是好像中毒很深呐 不肯服药的情形一样的啊。那么这是比不灭有损，如果佛不灭的话，不入灭的话，那么一般众生就是懈怠啊、放逸啊、骄滋啊，在前面都说过了，那么只有损害而没有利益，所以必定要示现入灭。入灭以后啊，众生就是以涅槃而得度了。所以第二，比方便唱灭，复作是念，此子可名，未读所中，心皆颠倒啊。这个梁一夫看到这些中毒的弟子们啊，都中毒严重了，心颠倒了，虽见我喜求说救疗，如是好药而不肯服，很好的佛法叫他修行啊，他不肯修行啊，我今当设方便令服此药，我现在要想出一个办法呀，叫他们吃药啊，用什么办法呢？记作誓言，如但当知啊，我今虽老，死时已至，是好良药今留在此，如可取服，勿犹不猜。那么对这些失心的弟子们说，你们应当要知道啊，我老了，死的时间快到了，这么好的良药留在这边呢，我走了你就可以服用了啊，不要怕你的病不会好，就说不要怕你不能断烦恼，只要依法修行必定能够做到的。作师教仪，福至他国，千世梵告鲁父已死。这个话说完了，梁毅就到外国去了。到了外国去，就派人回来跟他说：“你的父亲已经死掉了。”这是比方佛入涅槃，方便唱灭，比佛入涅槃。那么为什么说千世梵告呢？这个死者是谁呢？第一，佛说的一切教典，经律论三藏教典流传在世间，这就是死者。有人看到佛法，看到佛经，自己就发心就得度了啊。那么这个经律论教典呢，就是死者，就是法为死者。第二，越人说，就是四一大士，四一大士就是死者啊。那么比作佛灭度后那些大菩萨们啊，所有的菩萨发心啊，在这个世间做度化众生事业，那就是佛的使者啊。那么就使令这个四一大士在这个世间做这个流传佛法的功德事业。所以佛法弘扬本在僧啊，没有这个佛弟子，佛法没有办法流传一世。四一上次说过了，不必再讲啊。第三，比唱灭有益，比方。这个贤不要入灭，是以众生有利益。事实诸子闻夫被爽，心大有恼，而作是念：若父在者，此命我当，能见救父，今这舍我言算他国，自为孤路，无夫是故，常怀悲感，心虽醒悟，乃至此药色相美味，即取服之，毒病皆愈。这一段就是比唱灭有益。佛入灭以后，众生想到佛难愈呀，例如我们大家都是有这种的观感吧，佛在世时我沉沦，我
我的人生佛灭度，懊恼此生多业障，不见如来净法身。我们尤其出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佛弟子们更有这种的感想啊。佛在是我们沉沦六道，不晓得是在三恶道里面哪一道没有见到佛，如果当时见佛就已经得度了，何必到现在还是个凡夫呢？啊，今得人生佛灭度了，现在得到人生了，可是佛已经入灭了啊，很烦恼。我们这个过去多生的这个身心啊，多业障啊，不能在佛出现世间的时候见到佛的清净法身，不见如来净法身。那么有这么一个观感，如果您能够勇猛精进，好好修行啊，必定就能够得到利益。就是好像中毒生的弟子们啊，把这个药吃下去啊，他就能够恢复健康啊。那么第四，追彼不本时不灭啊，其父闻之悉以得差，寻遍来归，寒闲时见之啊。这是追彼，本来是在前面，就佛本来不入灭啊，也就是说两仪并没有死了，直到外国去方便报说死了，实际上没有死啊。那么看到他的儿子们都晓得服药啊，都能修行了，病都治好了，差就治好了，那么寻遍来归，他随时又回到这个世间来，闲时见之啊，都使这些修学佛法的人得到佛法的利益的人都能见佛啊。那么好像智者大师亲见灵山一会，俨然在前啊，佛并没有入灭，常在世间说法。后边的句颂里面呢说得非常的清楚。上次经文是讲到这里，讲到这里就是因为发生两种的缺失，第一漏掉四句没讲，第二口判没有拢清楚，口判混饶不清。为了要使把这段文呢没有讲到的补充口判把它理清楚所以把它重说一遍，那是多用一节课重说前文，那么实际上是等于一种浪费。但是已经是有这个误失啊，不能不补充啊啊。那么以后如果这个录音带啊听的时候，最好把这一节课跟前面那一节课的第二节，且上次讲的第二节，把它对照起来听，对照起来听。这里没有讲到的是上次已经讲的，这里讲的是比上次没有讲的，都把它补充清楚，这样子才不会发生有这么一个漏失啊。那么该补的已经补好了，那么再往下。智子使一笔，笔上总结不虚，这一下子还没有讲的，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继续讲下文了，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下文。
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十地菩萨的发光地菩萨是三地的菩萨，他勤求佛法，受持佛法，能够忍受一切外在的境界，不再动心。他精修定学，得到慈悲喜舍四无量定，不再被贪嗔愚痴所欺骗蒙蔽，圣格升华，如同光明一样，驱散了一切的昏暗不明，所以叫做发光地。Shakya Muni Bhagavan
Sangha Mimamsa.